从今天开始呢，您这么毕业以后，你们会领到一张结业证书。这张结业证书就是后摆你担任台湾民政府的政府官员的那个证书。这张证书拢总共四千张，我嘛有。啊，这个就是高级班结业的时阵有一个结业证书。结业证书呢，你爱找你的酒长来提，啊，没是低书啦。州内底迄个最高行政长官叫做地书，你嘛等于以后，您对一州，您还可以推迄个州的办公室，州的办公室地址，你可以看那个报纸，报纸就是伫礼拜二，就这礼拜二娘娘，《自由时报》有登一个挂办的迄个广告，内底呢有州的办公室。啊，郡的办公室，啊，还有电话。所以你不是讲安尼上耍，啊，就等于就讲讲，待你等，讲哎，我要去做官，啊，那拢无甲通知，是你爱主动甲咱联络，唔是民政府甲你联络，太济人你是变哪联络啊？所以你们要自己主动的联络，啊，这个、主动联络呢，我都甲你讲过啊，您即马过来就是爱参加迄个啊做。法理点招、职务点招、甲职前训练，啊，本来是这期的学员吼，拄好有职前训练，因为职前训练不是逐个月去举行，两三个月才举行一次职前训练，啊，无这个职前训练就没有过五关，啊，没有过五关，你的任用资格就被保留，所以呢，你即马回去以后，第一，你要看你的职位办公室伫对。每一个礼拜天，听清楚，每一个礼拜天晚上6:30，你们州办公室拢有一个聚餐。啊，聚餐呢，你拢爱去参加。参加要做啥？含所有的人熟悉。伊即马有三四千个人，唔是干那你一个人，所以你爱吼主动含这个三千个、四千个的同心嘛，见面啊，互相自我介绍。啊，你讲啊，你是啥物人？哦，你的职务是啥？啊，你高级班，哎，你参加的时候，你自然你就会知影讲哦，啊，听别人咧讲，你就知影讲对一个职务较适合你。咱拢总有七种的职务啦。第一就是中央的参政议员，中央的参政议员。第二就是中央的内阁，啊、哦，中央的内阁。第三呢，州的内阁。第四，州的议员。第六是郡的。内阁，第七就是郡的这个议员，当然最后一个就是黑熊。黑熊是有规定啊、哦，啊，40岁以下的囡仔才会当参加。你这个高级班毕业，后摆这张比你中华民国的硕士、博士更加有效，因为这张是表示讲你有受到法律的教育，你有资格担任啊台湾民政府的官员。哦，这就是经过咱台湾民政府整个的啊、结构。啊，你即马毕业以后，你若有过五关了后呢，咱平均差不多5礼拜还是4礼拜，有一次的专训啊。而且专训都分啊，啊、议员的专训啊，这里啊就来个专训，因为咱拢是素人呐、啊，就是咱拢唔捌做过官，你都没有当过官员。啊，所以你都爱阁经过训练，爱甲你教，啊，你做官爱注意啥？你若讲干那家己一个，我讲你去做官啊，免2礼拜，你就向结了呀，你就向害死啊！啊，这是很严肃的问题。所以呢，你刚看真侪人吼，从来没有当过官员，啊，向向做一个政务官，还是这个事务官？事务官是爱考试，啊，政务官是面对咱拢种政务官，直接由中央甲你任命。啊，你去担任这个政务官，所以你们很不容易，这个叫做高级班毕业吧？啊，这个结业证书一定要摕到。啊，我先跟你讲，你若无摕到你的台湾民政府的身份证，请你赶快申请。哦，你去上网你看，因为我们已经控告美国，啊，我们根据哪一条控告美国？中华民国爱赔。那个法律条文，咱拢写足清楚的。但你若无迄张身份证，你不会被赔偿，因为你没有办法证明讲你是本土台湾人。你袂当跟他讲吼，啊，阮阿公
啊，阮老爸老母拢台湾人，我当然台湾人，无一定当然。因为你伫1946年的时阵，包括你的老爸老母，1946年的时候啊，你们已经被中华民国强迫改变国籍，已经变作中华民国国籍。你被反抗也没有机会。他们讲，我们也没有反抗。所以，迄当阵，伫迄1946年的时阵啊，加拿大政府对台湾人真好，有写一个公文，和中华民国政府甲讲，我要看你将台湾人变作中华民国国籍，啊，遐台湾人所签的自动变更同意书要还款，你提不出来。但是提不出来，伊急皮皮啊，全准拄好啊。即马真侪囡仔去读小学的时阵。你有看到中华民国就用澳博在那个小学入学许可里面那个申请书里面有一点跟你说，我的孩子是不是已经变成中华民国国籍，叫你打勾。你不知道有注意吗？你这有孩子在读国小的有学校手都没有，现在读国小中华民国在澳博那一个入学申请单给你写一条，写说我的孩子，就你的孩子啦，你的孩子已经是中华民国国籍。啊，大家也说说，啊，传就说，那就啊，本来是中华民国，拿中华民国护照，给咬起来。啊，他现在用这个给你动作说，你自己自愿变成中华民国国籍。所以现在，中华民国，因为咱台湾民政府出现，台北说，它是造成它非常的困扰啦。啊！你现在你申请啥？申请这个户籍成本有无？去用迄个毛笔写的。我唔知道你有去申请，你有申请，捌去申请下去？捌啦吼！你去申请有受到刁难无？有会讲甲你刁难，对吧？啊，是咪甲你问讲？啊，你申请要创啥？啊，你也甲我讲我要创啥？你就甲讲哦，我这都要申请这个财产的变更。啊，你就甲伊讲吼，伊若贴好你时，你甲看吼，迄种拍你的，你讲啥歹势？我不爱结婚，我不爱。有用毛笔，日本时代毛笔，迄份我要摕，啊，伊甲你刁啦，伊甲你讲哦，免啦，即份就会使啊，你爱叫你的主管出来，啊，你甲你迄主管你甲派，我要申请迄份写哪袂使，你有法律甲规定讲我袂使申请迄份嘛，迄用毛笔的，啊，所以呢，中华民国伊即嘛，你若申请，伊就爱要写一个，啊，报去哦，中华民国，伊足惊啦，第惊讲咱的41万人。台湾的那個台湾民政府的身份证啊通过，因為美国改讲啦，41万人通过的时候，你都要离开。啊，但即摆免较久啊啦，因为咱只用过的，用过的较简单啊，用过的吼。因为吼，我讲要靠41万人来去申请吼，我话很困难啦。因为台湾人足侪拢戆戆戆，对不对？你以前嘛戆戆，噶不是？我嘛是啊，我嘛戆啊，我唔免讲我偌巧啦，我以前无读这个物件，我嘛戆啊。迄当你若甲我讲吼，啊，你是台湾人，你爱证明，我讲那就证明，我是台湾人，是台湾人。No， 在国际法理上面，你摕身份证，互人甲你讲你是中华民国国籍，你是中国人。我说这偌吃力的呢？你唔相信？你也去东南亚去啊看卖，你摕中华民国身份证，无人甲你认讲你是台湾人。啊，即嘛中华民国伫咱内底。一直咧甲你讲，讲中华民国等于台湾，台湾中华民国，蔡英文就足妖秀诶！一定会选总统的时阵，伊伫美国，迄个做国会诶，迄个图书馆诶，即个办公室，含美国国安局，含即个做图书馆的主任面 interview 的时阵啊，伊第一句话甲国安局讲吼，中华民国是流亡政府，哦，美国听了真爽，伊讲对，安尼你袂歹，你即马要做总统吼。啊！你这个思想安尼对啊？回来十月十一，竟然在高雄的劳动中心讲讲啥？台湾就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就是台湾。啊，中华民国已经不是外来政权，是台湾政府。吼、哦，美国去甲瞪倒啊！这我亲自听到，亲自甲这个国安局见面的时候，我知影。所以，迄当阵伊就甲讲啊，你袂调啦。甲蔡英文讲，伊袂调。啊，了后甲我见面的时候在那年的這個年底，咱有一个忘年会，伊讲你甲宣布蔡英文会输80万票，我哪会敢讲？
迄当阵选举的时阵啊，三只啥小猪有无？吼，伊气势登王啊！啊，我办的我到美国甲变吼，我就直接去宣布，向咱遮千几个同心宣布讲吼，蔡英文会输80万票。那同心，我相信是表面上大家拢甲赞成啦，但是实际上一半以上吼，心内拢讲，够可能。啊，这选举的结果啊，输了对80万票。都打一，老尾啊，一个差几百票啊，降落来安尼，79万几啊。啊，所以这个代志讲一个代志足清楚，就是美国的 CIA 在咱单全台湾2000名的 CIA 完全控制台湾的民心。你伫想啥？美国虽然无甲你讲，但是伊拢足清楚的。伊嘛足清楚讲台湾这个民心要改变无遐简单。你认为？当年甲我讲叫我去研究这個战前万顺啊，研究好以后，你等于嘛甲我讲，耶林先生，这较慢的哦。我讲那就我较慢，啊，研究出来都要看个台湾人讲啊。伊讲吼，台湾人吼69年吼，这个教育以后啊，台湾的这個头脑啊变袂过。啊，老板，我来歪线啊，我来你先讲吼，我讨这代志，我来试看卖啊，我就挑去选高雄市市长啦，各美国人吼，啊，真正呢。2011年开始申请身份证的时阵哦，一年才申请几分，你知不知？你约袂到的，1000分。几年哦，申请才1000分。啊，本来这个身份证送给咱做的，是美国的国安局叫下卡的一个公司替咱做。啊，这个公司当时是替两个国家做，一个是咱，啊，一个是科威特。啊，科威特的身份证毛摕一份给我看，那个样本样本啊。人家科威特200-300万人，足短的时间是一两个月拢做好啊。咱呢做一年啊，1000分呢。迄当我有惊着，美国的国安局讲：“哦 ，no， 我不要帮你们做了。”你想吼，你想看嘛？伊讲吼，我一间公司，我迄个美国的中央，迄个国安局啊，派7-8个去迄个公司，啊买机器，啊你一分是1000块尔尔呢？代票1000块呢？啊！你国安局做也不是无赚到你的钱，你1000块，互你，互你啊做1000块啊，7-8个人，叫偌济？7-8千块。啊，一年无1000分，你讲迄间公司爱倒啊面？爱无？当然，你做生意啦，会倒无？绝对倒的啦！所以我讲哦 ，no， 我们不干了，我们不干了。我们要 shut down， 就是要将这个公司结束。哇，系啦，迄个你结束个，迄个也会哇。我拜托拜托，安尼啦安尼啦，你的储水吼，我甲你补啦。啊，伊作为储水一个8000块美金哦，咱甲补。哦，安尼就只开会，啊，大家同心倾钱。啊，敢有甲咱的同心收钱无啊？只干部甲你出钱啊？啊，所以迄个公司才继续补落来。啊，即嘛是较好啊啦！吼，即4年来，现准是差不多40000份啊啦，啊，速度足紧的。尤其吼，即个顶礼拜，美国讲所有的人来当证明是本土台湾人，会当赔钱。吼，即嘛吼，足侪人要为你赔钱，才咧申请身份证，你要相信无？以前未当赔钱的时阵吼，是讲来证明讲你是本土台湾人，大家来申请哪袂哪唔呢？干要拜托阿公同款啊！啊，即卖呢无同款哦，你啊看2礼拜后，若无迄个排队申请身份证，我才随在哩。即卖呢，各州啊，上课的时阵看到我讲这话哦，各州开始讲吼，吼，向阳足侪人拢卡电话去问周办呐，啊，我的身份证有甲申请啊无？吼，因讲因应付来不了，来不及啦。所以吼，我那想想吼，人哩讲台湾人哦，三个优点呐，爱钱、惊死、爱做官。有影呢吼，对不对吼？啊，他们讲全世界拢同款啊！我甲遐美国啊讲啊，我讲啊，你不爱钱哟？你们不要钱吗？啊，你无恁做工会都免薪水的啊！哎嘛，拢是笑，爱钱惊死，爱做官。但是我讲，爱钱要有一个天道啦。当的时阵，咱的这干部开会吼，讲啊，准美国补偿遮侪钱，但是你也知影，这个补偿这个钱200万，还是超过200万美金吼，唔是即马随合理哦。不是说今天你创出来，明天我就要给你，没有，没有那个事情，超过多久呢？
那照迄个时间的流程，才半年。哦，咱即摆其实告诉嘛，对吧？我今日呢，伫这个官网顶管有公开，是依照哪一条法律？啥个情形？因为无恁即摆讲，啊，你秘书长你空嘴薄舌，啊，你讲的我就甲你相信，啊，无你嘛爱敢讲对一条，我就用对一条，甲写个清清楚楚。啊，这条的规定是安怎？啊，恁看到知影讲，这个会成功啊，未成功？啊，是讲哦，咱这对咱这风采，咱这台湾人很敬叹过呢。大汉拢爱讲啊，足清楚。台湾人安那眼见为凭，对不对？但真正眼见为凭吗？真的吗？根本都眼见不为凭啦。你讲台湾，你有看到美军无？你敢有看到美军？有无？我讲台湾是去美军占领，你讲有看无？无啊。但是你若去花莲的嘉山、青山岗，你去这个啊做冈山，啊去这个屏东迄个啊做什么机场？你就看足济美军啊！美军哦，去当初你骗咱的时候，拢穿便服，这边真好，这边的迄个啊做端午节啊，迄个啊做 AIT 有一个团队，讲参加龙舟竞赛。你来看伊的头，拢是什么头？拢是迄个阿兵哥的头，拢是哪海龙的头？你讲有海龙无？一堆。恁去金湖路100号，金湖路100号，两万平，迄就是亚洲的啊，做军队的指挥中心，美军拢伫遐。恁表面上无看，什么叫做占领？占领就是讲这个所在，我宣布这个所在你袂当甲经过占领。你若经过，我甲你拍落来；你若准越过过，我甲击沉，迄叫占领。不是说一定就要让你看到美军，这才叫做占领。美军只要在短短的2个小时之内，他就能够到达那个地方的，叫做占领。88水灾，美国派直升机来给我们帮忙，你不知道会记得那张村美国那电视跟报纸怎么写？我们没有经过，也不需要经过你中华民国批准，我们就直接到了，来了。那告诉是这个白人查某的一手机安尼，迄相片就安尼啊！你啊看迄个《自由时报》，伊伫甲你记啥？美国的标志，懂啥？我是美军呐、啊，这是我占领啦。是安怎？蔡英文都一定要选总统，都爱去美国。当然，今年的选举我估计会停啦。啊，即马洪秀柱美国讲哦，你要来，迄、那个岩西查某囡仔实在足戆的，我不去。啊！即马电视讲啊，无啦，我是你奶奶呢，才有影。你敢歪去？你试看卖啊！你歪去？我选调才要去，我讲选调是袂当去，选调就变成啥？中华民国总统啊！中华民国是美国不承认，全世界都不承认，说他怎么会让你中华民国总统去呢？是你还袂选调，伊会先甲你叫去两岸代志，甲你讲第一，送你一个美国国旗；第二，甲你讲。台湾是我占领的哈，你要搞清楚啊！阿扁迄当阵，邪说伊讲啥四不一没有，有无？啊，你看到鬼？啊，你唔是讲你选调要甲台湾要个独立吗？台湾人做总统几年？21年呢？李登辉13年，对不对？伊是本土台湾人啊，刷落去8年连刷是单嘴币呢。21年，你台湾有独立无？你家己讲啊！啊，台湾人真哩好骗！即马甲你讲啊，蔡英文啊，台湾就独立吧？啊，看到鬼样样！21年的台湾人做总统都未独立吧？啊，你蔡英文遐搞，何你做4年8年你就独立吧？哎，台湾人那真简单啊，我都想无咧。家己爱用头脑去想。恁上这个高级班，上这个初级班，学的是你学这個啦。我不爱甲你教讲，我的就一定对。但是足明显的中华民国那套通通不对，很简单嘛，啊不是？中华民国甲咱教的物件，无一项是真的。10月2日，讲迄叫做啥？光复节。啊，台湾建书你嘛拢知影？台湾建书哪有光复节？
绝对无光复节嘛。迄叫做啥物日？你敢听？就是军事政府的占领日啦。因为迄天开始，台湾是美国军事政府占领，中华民国是代替着这个美国来占领台湾的啦。欸，你敢占领？占领一世人？我去恁家住，甲你照住咧，讲一个大公住几世人？住六十年以后，阮家的人叫叫的吼，阮的兄弟叫叫讲，咱来公道，公道然后通过讲，即间就阮变做咱家，安尼好唔好？会使哩无？那会使哩吼，都咱拢去共细厝就好啊。细厝了，迄间厝就变你个啊，同款的经营嘛。你占领台湾。占，互你占六十年，互你占一百年，是你这台湾人戆戆戆，唔知用战争法甲偷倒转来啊！安尼好，甲在台湾有台湾民政府啦，台湾民政府这论述一个出来，美国嘛惊着，中国嘛惊着，中国嘛改变啦。过去中国讲啥？台湾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有无？这四年来唔爱阁讲啊！伊即嘛话讲，台湾是中国的核心利益。咱速度愈紧，要求中华民国嘛速度，中华人民共和国速度愈紧。伊即摆呐，咱伫发身份证，伊嘛甲你发一个啥物台胞卡，暗免签证，讲你摕这个卡，你就当去中国，就是甲你怪就对啦。所以有诶同心甲讲，我会当申请迄个台胞卡无？我讲会啊，未使，会啊，会使啊。我都无甲你规定讲未使哩啊。你要去做，你做你去啊。但是呢？你台湾民政委这个身份证，你若无申请哦，我都无把你当作你台湾人。你明领迄个赔偿金的时候，你都无分，唔足清楚啊。台湾民政府心胸是开阔的，你只要你是效忠台湾，我们都能够接受。啊，这是符合咱台湾人吼，卡打相准呐。台湾人吼，和这个国民党惊到啊，228白色恐怖。大家拢讲，咱拄啊台湾民政府拄啊开始的时阵，拄啊来咧上课，足济人啦，我一半以上人讲吼，这危险无？你免笑，你免笑，你今日你感觉讲很好笑啊？但是三四年前哦，你甲来上课，你看我无骗你，大家来的时阵哦，面相拢无啥共款，化妆狂，这毋知国民党要变会加翕相咧？我讲哦，恁是咧惊啥啦？若要翕相吼？三两星期我啦，那要抓伊清在三面人台线我啦，要抓伊关于上台线我啦，啊不是，我你是惊啥？所以台湾人的头脑未晓思考，我讲有理无？所以你家己感觉你饭桶会夹手？你拢无饭桶，你拢无饭桶，你歹势！我感觉我做饭桶的呀，我台线夹啦，我也去做兵，税金我也得缴。你免缴税啊！从占领地区的人，你缴什么税？从占领地区的人都爱出钱，替别人去买军火，看到贵样样。咱去用占领呢？琉球美国占领，琉球的人跟我讲出钱，和美国去买军火，无啊？对不对？琉球的人跟我去替美国做海军。做空军、做陆军，无啊！伊免做兵呢，咱嘛免做兵呢。好加在咱建书，你应该放炮讲好加在咱的祖先建书。我讲即卖哦，足侪人拢希望要甲美国修建，啊，拢想要建书。建书安那，美国爱甲你占领。即卖美国较巧啊，伊即卖咱，因为我哩这台湾人真歹哩啦，伊即卖不爱甲你占领。伊即马什么伊拉克啦，迄、那个伊朗啦，都迄、那个阿富汗啦，伊拢袂占领，伊拢是为了随离开。恁知波多黎各吧？波多黎各吼，最近伊波多黎各宣布讲，我要破产了，要求美国摊个莫一休呢。波多黎各是殖民地呢，什么人个占领？美国啊，美西战争的时阵，西班牙挂死的所在，给美国啊。波多黎各、关岛、古巴、菲律宾啊，啊，这波多黎各土地真宽呢。啊，这波多黎各人足大块，拢不爱做工课呢。想要来做工课，即款美国一年要补助800亿还是900亿？国民党不爱个补助才会死。拄啊开始，我伫研究这的时阵吼，
比如说我们就国安局跟他接触，他说我们已经受不了波多黎各了，他跟波多黎各说你们去独立好了啦。波多黎各人夭壽巧，比我们巧很多的，我跟你说波多黎各说啊，没公投嘛，那有理吗？不能怪怪的公投嘛。好，公投的时候就是你要不要独立，要跟不要。波多黎各那政治跟他头脑真的很好，跟老百姓说，我跟你说，你如果独立，明天才开始做兵，明天才开始买军费，税金加重，要独立不独立，你自己去想。你想，说的跟你那老百姓要独立吗？要独立的占没10%啦，他可以拖几年，拖8年，因为4年1次嘛，他不爱独立。美国又哭出面了，你不爱独立，啊，不然你变成我美国的51州啦。他说好啊，公道啊，你要不要变成美国的1州，连美国护照？那政治家跟波多黎各，我跟你说哦，如果变成51州哦，你要联邦税你要交哦，买军费你也要交哦。你想那些人 要去做兵，要交那个联邦税吧？波多黎各人跟台湾人一样，足切税金的。公道啊，会过吗？没过。不爱独立，也不爱变成51州。现在美国，因为经过几年了，2个8年都16年，第17年美国说，我不爱这样啊，你用那个51州跟独立放做伙。哦，这样害了，这样美国有巧吗？没巧。美国说公道，发下去，他跟他说，我跟你说一个消息，美国的参议员在战争的时候，世界大战的时候有宣布，他不要增加新的州，他说不能变成51州就对了，我们都给他转51州、哦、老百姓都给他转51州。现在转回来呢，这个国防部找这个结果，等于美国的众议员和参议员去吃头，参议员就跟你说过了，我们不增加新的51州 啊，你找这个是要做什么？所以美国为10几年前开始，每年800个、900个在补，伊若无钱就钱来，伊若无钱就钱来，啊，佫伊佫争取啥？伊会当去参众议院开会，袂当标决，可以参加会议。安尼定义啥？他们有权利，没有责任。所以波多黎各人足欢喜个啊！大家拢免做工课，每一个月有几百块的美金通头你领。大厝嘛免钱，大家拢免，哼！啊，即马美国吼，头壳冒一烧啊！安怎讲呢？啊，当害啦！啊，伊也无爱独立，伊嘛无要变做51州，安尼是咩安怎？变做转来看台湾，即马台湾有一个林某某，甲美国在对抗，所以美国嘛派人甲我讲几下摆，我讲你免甲讲，你甲占领是咪事实？啊、台湾这个所在够看不相同，因为这个所在边啊都是中国，澳大利亚中国，虽然是澳大利亚中国，你也不要看他不起啦。你也让利用中国威胁美国啊。咱后摆咱这个台湾这个小基地哈，你美国你也给他租呢？不是讲中华民国用基地免钱的呢？美国请你用夏威夷的基地爱钱无？哎，夏威夷的石油第一名是什么原因？你知道无？不是观光呢，是。土地租予美国做军事用地，迄租金第一名。所以咱后摆第一名是啥？租予美国。啊，你不爱租我紧啊！你不爱租吼，啊，我明仔我租予苏联，后日我甲租予中国。咱会当好个，不爱好个，咱真正是吼，摕一个金的迄个饭碗吼，你就去食啦。台湾人就是安尼啊。真正台湾人哦，无头脑到极点呢。有咱看足细，你知不知？啊，就无法度啊。大家这干部哦，拢心哦，拢安尼很沉得住啦。啊，这戆是咩喏啦？69年的教育，他们讲无简单，甲你改变啦。你哦，普通时拢会讲啥？大陆有啊，你讲大陆有啊，你拢爱改啊啦，袂当讲大陆啊。你爱讲啥？中国。你若不相信吼，你家己转去吼，你家己去记录。为今日开始，你讲几遍啊做大陆，
你若讲一拜大量吼，后拜你家己嘴巴一个，安尼看会改无？啊，无你无法度改啊！啊，若讲一拜大量吼，你落底下就摕一千块，甲落伫迄个、迄、那个、迄、那个啥、迄、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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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钱筒。安尼看你偌久会变少富个？我是讲实在，我无你家己开玩笑，我甲你讲，讲大量就是必须讲吼，台湾秘书敢那一道真嘞。伊一部分，伊中国就是中国，台湾就是台湾。台湾虽然毋是一个国家，啊，迄所以阿扁啊，迄边讲啥物一边一国，迄嘛唔对啊。咱都毋是国家嘛，对吧？咱是甲日本是属日本天皇的，咱是足好运的啦。所以有人讲，无甲美国国战争，国战一摆看卖啊，一定输的嘛。啊，战输了，互美国甲你占领。很喜欢美国现在没那么说了，美国现在都不爱占领什么人的土地了，因为占领这国际法里清清楚楚啊，占领 不得移转主权。现在是那个中华民国在澳大，澳大什么？他想要就地合法，他想要就地合法。所以呢，他在说台湾就是中华民国，台湾就中华民国就是台湾。啊，李登辉也是罪人啊，什么要动神废神？伊本来是要废神，迄是袂使安尼做。你废神废了个地吼，迄个台湾省政府无去吼，就是台湾民政府无去啊。台湾警备总司令部等于是中国的军事政府，这个中国的军事政府嘛，无去，即嘛是叫啥？海巡署。所以你看吼，这国际法内底吼，拢总很清楚。不是讲你要安怎啊，就安怎。台湾冇照这个国际法去行，不是无啊，只不过是用甲你用物件甲你砍掉的，啊，甲你讲假。啊，所以你报纸吼，真正爱倒头看，啊，无后边来看。台湾国甲什么人断交？看到鬼？台湾甲什么人建交过？你讲建交的拢是啥？中华民国啊，对不对？台湾要重返联合国，前面他重返了，你没有加入过联合国啊。所以哈、哦，国际办的人还有很多啦，所以你爱去买一本《新台湾论》的原因就这啦。一本册，真正我讲起都确实的啊，有一点自我抬身价，你敢那是台湾后摆要行的圣经啦，照一本来行，台湾一定行出。光明的道路，噶非常富裕的台湾。咱台湾吼，咱台湾坦白讲，四百年的苦难呢，一直无法度解决，爱怪谁？怪咱家己。台湾人吼，计较的人足多，拢叫是讲，伊家己就对，想来不爱独立。咱家己管家己就好啊，遐简单哦、喔。你家己要管家己，你家己要统治家己的进程，你应该爱看啥物啊？这块土地到底是啥物人的？啊，有人的无？你要宣布这间厝是领导的，你咪去看这间厝的所有权证内底写啥物人？啊，毋是？你要讲这块土地是你的，你爱去看这块土地去调换有所有权证无？是无人的，是无人的土地，安来占用还是安怎？你一定要先看啊！你土地的归属都还袂看，你就宣布讲，咱来公道，哈哈，安尼足简单呢。咱小少的几个名字来总统府，咱来总统府公道，讲总统府属咱的，你会向讲笑的，敢毋是？所以，恁伫初级班、高级班所谈的，就是这物件。但这物件讲真简单哦，你家己要甲实施、要甲实行，很困难。你唔相信哦？你伫离开了，今日以后，你伫甲人讲话，很多时候，你就这个法理不清。你想讲，我甲你讲啊，中国讲大陆啊，大陆讲中国啊，你就废去啊。你从简单的物件先甲改过来。那本《新台湾论》，等于爱读。
真的要念。你看，既然有心来这受高级班，真真正正台湾，诶，这个国际地位，你要去了。因为过去你真正无了解，我嘛同款，我才五十几岁，你等于甲我讲以前，我嘛无被研究。我虽然我家己读国际法，但是吼，台湾过去这学者可以骗去，伊嘛拢写出足足多本。什么台独啊，什么理论啊？呢，啊，咱看拢真凊彩啊，看哦，啊，就讲啦，啊，李登辉讲叫我去研究，我讲啊，人迄陈良志啦，迄个黄兆龙拢研究好啊，啊，我是去研究啥？用无咯？你用钱就囥在内底放埋啊，囥了，真正目屎淋几啊工，台湾来啊呢？所以呢，为2004年到今日，2015年、11年。真正我吼，我有当足佩服我家己的，我的毅力坚强，拢未改变。我伫2002年的演讲，迄影片你也调出来看卖啊，和我今日所讲的论述一模一样。所以有人讲，啊，才十几九年的论述拢同款，安尼表示这个论述是真的。但是问题速度太慢了，速度实在太慢，4分钟4万的。受这个法律教育的4000个，有一点慢，所以这点呢，讲予咱大家做参考。啊，今日是算高级班吼，诶，最后一天啦。咱要过迄个法理点招、职务点招、甲职前训练。我们呢，如果有机会，伫迄个时阵啊，再过来见面。多谢各位，谢谢。